永恒的女神钟丽缇日前登上台湾 Brand 名牌制杂志封面，展露风情万种的熟女诱惑与清澈见底的童真眼神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杂志以 Born to Shine 作为大标题介绍钟丽缇，赞其魅力无限，天生属于舞台，堪称天生聚光灯。钟丽缇说，我可以性感，但我还有很多面很普通的自己。如果人们觉得我只有性感，其实就是对我一无所知。